昨天我让你们写500字的作文，很多同学为了凑字数简直不择手段，写什么的都有。张智慧，你把你的作业念出来让大家听听。周末我和方冠轩去打篮球，他打过来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我打过去，他打过来。停，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NBA 呢？推这样子去。上升，你的呢？体育课上老师说齐步走，然后就听见他喊一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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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够了，什么乱七八糟，门口站着去。方轩，让你写500字你就给我写100个字啊。没关系的老师，你看5遍不就500字了吗？老师，这是昨天的作业，就算方轩没交，问他要他也没给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好嘞老师。方轩，你怎么又没交作业？我是一个特别固执的人，我从来不会在意别人跟我说什么，让我去做，让我去怎么做我不管。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哎呀，又是评论，读到我老飞房屁股开花。对啊，什么读到我和张智慧结婚，这种评论很早以前就有。那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那就结一个呗。Oh my love， 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。为什么不让老非凡升空？嘿嘿，为什么不呢？所有系统全部启动，还有这个，老非凡准备升空。我点赞了，我关注了，yeah. 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，绝不白嫖。太好了，我关注的是老非凡。你放的不是方块，是你自己的头。读到我喝岩浆，读到我发现电摇。发现你和老头叫老非凡什么关系？那肯定是好兄弟呀、啊！方向搞一个72变怎么样个变？72变怎么样的变？记住4个字的口诀：第一个字摸上边，第2个字摸它下边，第3个字你想摸它的左边，第4个字你想摸它右边。要知道，男人的颓废是有原因的。你都20几岁的人了，别整天抱个破玩具。别做梦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。哼，你要相信光。梦想在现实面前真的不堪一击吗？不想当饭吃吗？难道我们的未来要靠他吗？他能给你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。可笑，是他给了我勇气。来啦！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哦呦，一起探索吧！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，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。方冠轩，张慧又把你马桶偷走了。所有系统全部启动，还有这个，张兆辉准备升空。赶紧留。啊，这兄弟没得做了，上升准备起飞了啊。人类迷惑行为。作业写完了，他们又完全写完，咱们用打火机把它烧了吧。哎，不行，万一烧坏了怎么办？
哎，不对，肚子疼，先拉个屎。等一下，没拉干净。上学时最让人安心的情况。来，咱们所有练习册没做完的啊，自己主动站起来，别等我待会儿下去查啊。哎呀，咋整啊？我这个时候站起来不完了吗？嗯？张兆辉，你写了吗？其实我也没写，要不咱俩站起来吧。哦，那我也站起来吧。家人家家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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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懂啊？家人们谁懂啊？家人们谁懂啊？嗯，叮叮叮！哎，这是什么门啊？从来没见过呀。走，去看看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刚从传送门过来的。哎，别出去，那边有敌人。怕什么？不就小僵尸吗？嗯。哎，手雷。哎，这不是。小朋友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。哎，传送门，嘿嘿嘿，探个险去。哎呦！啊！又是这小子，上次害了他，这次一定要帮帮他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阿豆、啊、阿远、张兆辉，你俩写作业了吗？写了，没写呀。作业我不想写，我又不想挨打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我就说被旺财给撕碎了。哎，说干就干。可你撕的是我的作业呀、啊！这下麻烦了，我们唯一一个写好的作业被毁了，现在想抄都没得抄了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撕了。喂，你怎么又把我数学作业给撕了？啊啊！这次肯定不会错了，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呢，方块轩。方块轩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你撕的是欠我钱的借条。你想赖账是不？啊，这我绝对不是故意的，你要相信我的人品。上课时间到了，你欠我钱的事以后再说，我们先去上课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上网课，要不是学校加了钱啊，呸，要不是看你们太闲，我是不会拿出自己的时间给你们上网课的。我先检查一下作业。哎，同学们，太不巧了，停电了，大家收拾好书包可以回家了。哦耶，天助我也，太棒了，快点溜快点溜，我们再等一会儿吧，没准很快就来电了。哎，你们看，来电了啊。这同学们，快点跑，要来电了！快点的，快点的，快点的！嗯，这届同学素质真高啊，是我带过最聪明的一届。今天又是评论，读到我把你手机给摔了，读到我去亲老非凡，读到我轩哥给张兆辉一巴掌，然后原地起飞。读到我直接遁地术，读到我给你点赞加关注。我不仅要点赞，还要罚这次一定。方光轩，我关注了。但我关注的是老非凡。读到我把老非凡马桶偷了，我也不罚下次一定了。呀！哎呀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呦喂，快跑！读到我轩哥原地着火，不用火把。读到我用积木爆干一个你的雕像，嗨嗨，我可截图了啊，赶紧干吧。读到我把哥哥的篮球投了。干嘛？在花中走。炸！嘿嘿，兄弟，那我呢？我算啥呀？你也没少挖我吧？没有我，你能挖动钻石吗？真的是。老马呀！该花中走黑。
我的你。是谁家的小狗那么可爱呀？哦哦，是我家的小狗狗，哦，好可爱的小狗狗哦。在花中走黑找到你，只在你眼睛。炸！不是，打你还需要你那把破钻石剑吗？你也不看看你什么技术，我翅膀一扑，你就能飞到几百米开外，你知道不？还嘎我这么多年，每次嘎我，你不得嗝屁无数次啊？我龙息一吐，你嗷嗷叫疼，真闹疼！还学别人用床炸我，你是那个吗？臭不要脸！考试前一天的我，哈哈，明天又考试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清明时节雨坤坤，路上行人书中分。借问背带何处有？牧童遥指练习生。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一三得三，一四得四，一五得五。来是 come， 去是 go， 点头 yes， 白嫖 no。哈哈，我都不用复习了，我还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。姓名。我是啥来着？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一坤年等于多少天？这题我昨天还会呀、啊，怎么一到考试就懵了呢？你浅浅的微笑就像旧转那张，我唱了你给我保留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什么？我是。什么？你是我的观音菩萨，我是你的刘德华。哎呀，作文题目，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，我把我的梦想都卖了三两三，哈哈哈哈。